Hello，大家好，我川子，今天我又来赶海了啊。那个毛驴偷闲啊，废话不多说了，咱们先去转转啊。现在水已经下去了，今天潮不是特别好啊。走着，来，看到没？毛孩一枚，嘿嘿嘿。哎呦，这个可鲜了啊，好吃呢。走着，这泥螺吗？哎，泥螺，啊，这个泥螺。这个少了，放端午节假，放他们来了，好多人捡了，捡了好多，捡了差不多了，我感觉，这是俩事不一通了，那这俩洞一个两个，啊，这俩没半毛钱关系，这不是皮皮虾洞，蝎，哎呦，蝎子洞这是，哎呀妈呀，掏了一个海蚯蚓出来，真恶心。这个看不太清吧？哎，给你掏出来洗一下。哎，洗一洗就看着了，看到吗？出来了吧？这边能有活？哎呀妈，没有！哎呦呦呦呦！我的妈，巨蟹一只，巨蟹一只！你怎么长得这么大？走，这个好像是皮皮虾洞。哎，真是个皮皮虾洞。哎，老弟，怎么的呢？不待见你哥哥啊？哎呀，不是的，是的，我天，好大一只，好大一个皮皮虾。小苗他没有了，放了。对不起，兄弟，我错了。这边海龟不少，就是个太小。不应该呀，这地方应该泥螺得老多了，还得捡都捡不过来的感觉呀。这怎么得呢？怎么得了呢？怎么还没有了呢？哎呦，那鸟叫着吓我一跳，哎呦，给我吓一身汗。来捡活动去了。白天捡个鸡翅膀不容易啊，这玩意儿就喜欢晚上出来。弄了个漏网之鱼啊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以为泥螺呢，这是一个海葵呀。这怎么的？落单了？碰到川哥是不是非常开心？这玩意儿需要贝壳啊，它系在贝壳上或者系在寄居蟹上最好。太小了，不要。这应该是泥螺。哎呀妈呀，这又来一只大家伙，少了啊，这被人抓的抓少了，多好吃大好啊！泥螺看到没？贼拉好吃。又一个，他这个，这边这个是软泥啊，这玩意儿它没沉下去，看到没？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他却浑然不知，浑然不晓。我就看能不能爬到我手上来。来上，兄弟，别犹豫，对，干就完了吗？你看，拐弯的这就行。大家伙，看到没？哎呦，小毛孩，怎么样？大不大？我滴个乖！那你们看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的个妈！这肉都出来了！哎呀，这恶心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不像是泥，不像是人这个上螺肉啊！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哎呀妈，这不会是
寄宿城吧？啥玩意儿？这人怎么这么恶心呢？送你们两个字儿。